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多人空岛篇啊。好吧，我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把那个上面的这个刷怪塔啊，咱们给弄一下啊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里边刷了点怪，怎么积雪了这儿啊？积雪了怎么混呢？咱们 OK， 我看看啊。那咱们先把这个地方啊，咱们呼一下啊，呼一下。空气来了，现在基本上是我空气还有弹幕啊，咱们仨现在玩这个坑呢。这个其实是红方和蓝方啊，咱们是红方，蓝方的人还没就位呢。OK， 我看啊，那咱们就这样呗，把这呼上。嗯，这样呗。石头不太多啊，咱们呢是三个人把一桶岩浆充分利用一下啊，然后这个弄成三个刷石机了那个地方，所以咱们现在有很多，我的妈，有流浪商人，咱们没有村民呢，跟流浪商人是吧交易不了，根本都，这怎么还漏俩呢？这样呗。咱们这个空岛啊，是那个雪域这儿啊，刷的都是雪。你这啥玩意儿？OK， 我得回去，我石头不够了。空气，你还有石头没？哎，我这么高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可被摔死了，死亡掉落啊！大概就是这样吧。然后咱们还得去放水去。我拿俩桶吧。哦，这样呗，行，我再快点，咱们这是无限水啊，这样，好，那我先把水铺上啊，好，先上去吧，哎呀，这不够啊，梯子，这样啊，上去，把这个地方呢，咱们，哎，歪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它是这么个结构，哎呦我去，然后这边放水啊 ，OK， 设计就是这么设计的啊 ，OK， 然后这边放水就可以了，水太少了，正好是吧？我把这刨掉啊，刨掉。OK， 我去快水去。现在得放水是吧？这样。有了这个刷怪，咱们这个不属于刷怪塔啊，刷怪屋是吧？空气啊，能不能给我整点石头啊？我那上面还缺个封顶。我怎么办？我这样啊？那我这也上不去啊。OK，OK， 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样呗，我上去。哇去，他这结冰啊！这什么鬼地方？空气啊，这结冰啊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，你这啥玩意儿？这不得全冻上啊！这刷怪塔不是刷怪屋还能好使了吗？这个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怎么还是个冰原这地方？好嘛，冻上了已经。这咋整啊？我在它背面，那怎么好使吗？在它背面放火把好使吗？但愿好使吧。你这啥玩意儿？空气啊，冻冰啊，那儿啊，冻冰块，那怪都推不下去啊。你这啥玩意儿？我看啊，这些我得用，然后来点火把，
这个再掰碎点。那怎么弄啊这个？解决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什么，就是那个放火把。可是放火把的话，那个怪就不好使了。九个够不？应该理论上应该可以吧？哎呀，小狐狸，那好漂亮的小狐狸。那怎么办？我是。哎呦，我没有水，你看这冻上了都。我这个命啊，我这咋整？哎呀，这不能放火，这儿都冻上了，那儿也冻上了，咋的呀？这是要。哇，这怎么办？你这啥玩意儿？在上面放火把能好使吗？在那个旁边啊？不太好弄啊，小伙伴们。咱们准备那什么啊？哎呀，这冻冰这，我就没寻这边能有问题。OK， 就这儿，能好使吗？但愿好使吧，不好使就坏菜了。啥事儿啊？这叫？这样可以吧？最好全放嘛，因为它不是放一排水吗？这也冻上了，这样和这样是一样的效果吗？火把没够好像。贴着点是那个意思吧？啊，等会儿看看他画不画就知道了。他要是不画的话就白扯了。哎呀，这啥玩意儿？没有画的意思。空气啊，都冻冰了，这怎么弄啊？为什么这地方怎么为啥冻冰啊？你这全冻冰了，我去的，放里边放火把，它就不刷怪了。里边放火把，它就不刷怪了，不好使吗？它得挨着，你看这儿也冻上了，做个标记吧，那边也冻上了。你耍我，本来空岛就费劲，你还扯这套。哎呦我去的，这怎么给补上了啊？补上吧。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火把，还有碳没有？没有。哎呦我去的，这是没想到的事儿啊，冻冰了，我去的，这叫盘旋式挖树法啊。空气怎么掉下去？这样的话你可以把整棵不管多高的树啊，2×2的树那个宽度啊，它都可以这个给它挖的一格不剩啊，全都给它挖下来。 OK， 这样转圈挖就行。
你的胸前必须得有一格的这个木头。OK， 这样呗。这咋整啊？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啊？红石火把好使不？咱们哪有红石火把呀？就给我个正常的空岛不行吗？还是个冰原的。空气，你还有石头吗？咱们还没盖完呢。OK， 你就这么挖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倒过来挖。你看，正好都能给挖去了，看到没？怎么上去的？反着上来就行。哎呀，它旁边放火把是可以，可是，对吧？那你要是那样的话，就没用了就。它亮度够的话，它就不刷怪了。空气，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给我点那什么，你也不给我。我看看啊，八个也够呛，能够再做点吧。这再给你点。这里哦，看错了。再来点。12个，差不多吧。空气啊，你干啥呢？还是冻着是吧？不好使啊！哇，这都冻上了。你看啊，火把要是放这儿的话，它肯定就化了。可是这样的话，这里边有亮度。空气，你干啥呢？这得啥时候画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这样没有用是吧？哎，你别给我推下去啊！哎，不是，他自己画了是不是？吓我一嘚瑟！我还可以空气放那个什么呢？空气说：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啊，你该画不画，你不该画你瞎画，你神经病你！哎我的妈，这到底有用啊？应该是没用，是不是？哎呀我的妈！正常它贴着，它是跟光源有关系啊。它跟光源有关系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本来我是这么想的。没用好像。哎呀我的妈，这个咋整？那我搁这上去啊。你这不歇菜了吧，整活活给冻上了都。你这怎么弄啊？嘎嘎冻啊！我冻的挺好呗。哎呀，我去！空气啊，咋整啊？冻的杠杠的，就差这一步了。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！眼瞅着都快建完了，你扯这事儿。
你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怎么出来这么多狐狸啊？先刷点怪吧，咋刷呀？里边全是积雪，咱们得把那个口顶给封了，要不里边全雪。然后把这些狐狸都得给杀了，要不他们会耽误咱们那什么刷怪的。哎，我的妈，这咋整啊？不坑人的吗？挡挡冻的。哎哎哎，你怎么摔死了？还行，刷点怪还。里边垫上点吧。刷怪是刷怪了，是吧？这样啊，这样是最好的。他们都看不见，看不见我们。空气，你干嘛去了？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哎，我的妈！不是，我刚垫上你就进去了，你还去干啥去？哎呦我去！没事啊。你非得进去打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没有水可咋整啊？没事，我给你设计一个，你就能下来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弄一个。弄个火把门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你还非得自己嘚瑟进去，这样呗？嗯，这样。我给你弄个火把门啊，多余用这个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试试啊。假如说。我像空气是欠欠的，非得进去。哎呦我去，苦力霸，去，去十十，然后我要下去。OK， 非常的不错，是吧？嗯，这个高度好像有点不对，是这儿吗？应该是这儿吧，应该是这儿啊。空气啊，这边能出来啊，这边能出来。哎呀，那小伙伴们，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吗？红石火把可以把那个什么给把那个冰给化开吗？要行的话，里边要是咱们要是能弄点红石火把的话，还能解决一下。要不这解决不了。哎，小伙伴们，我要把这个顶封上了，它会不会不冻冰了就？有没有这个可能啊？这冻得挡挡的，我去的。